我跟你讲，你肯定要别人讲是我跟你讲，你若无要甲别人讲是我跟你讲，我就不会跟你讲。剧情精彩，白书连续剧，胡蒙大宅门大业来了。大宅门所讲的是不平凡的环境之下，面对残忍的敌人，甲大自然的改变，家族的恶斗，甲派出所的威胁，吴旭邦带头的花花，面对所有的挑战，伊是会当平安度过，也是去予伊拍败。快乐暗时八点，就在动物星球频道。